我拢有条过面好人甲看，但是袂使乌白举头。所以阮咧排规排，咱像咧那桥卡安尼。但是哦，我有偷看过，你坐好，你坐好，我看得使，坐好啦，哦，徛好，坐好就无紧。当当客，啊你日生啊，我煞袂晓客。我对下骹一直甲你看。我拢有偷偷啊，甲你讲。你即马看到我安怎？我对你都是，你就是我偶像，偶像，偶像啊！真是的，三千岁就是你上缘投，我上爱看你啊！真是的啊！是的啦，那安尼你着相信，我毋是故意要来食霸王餐。啊，一头讲什么？想讲我无钱啊？你哪有可能无钱？你三千岁哪有可能无钱？我着甲你讲，我着出门无咧差钱，你是？好嘞哦，你拢出门无咧差钱哦。董佳莲，你叫做什么名？哦，我三八。你来讲你三八，我讲我规气讲台语，你较听。我叫做张八。哦，你姓张名叫做八。嘿啦嘿啦，张八。啊，真歹势。我今日想出门，即山嘞，因为要倒转去京城。通常路上哦，我叫袂认的哦，我唔知要甲你问。哦，是哦，你是要甲问我呀？所以才找到你的桃花。我说想袂过身躯无钱啦，歹势啦。啊，无紧无紧，那别人甲我食霸王餐哦，有可能我会生气啦。啊，那我的偶像哦，三千岁，无紧无紧，你可要搁食几下，我搁看落你。敢好？无紧。我是讲爱惊啥啦，反正也拄办。啊，你先甲我背，要当惊啥是爱惊迄边条啊，迄边条，应该是这条才对。是安尼啊，好咯好咯好咯，好。啊，不然无食食啊行。老公，你可袂晓替我问看吗？是不是？是哦。唔，这是咱惊失明啊，唔是无我来看嘛。你问看嘛。我来问我问者。啊，咱借两个哦，搁找发音师。发生什么代志？哈？二千岁台底三千岁，过公爷亲啊！报告。搁找发音，就是二千岁台代表人要去千岁去爷亲。来听着啊！